12点整我们准备用餐及休息，下午1点整开始下午的活动。我想没有比赛啊。他们没有来参观。下午开始就是进行各乡镇队伍的祭典的展现，以及歌谣舞蹈的表演。再来就是传统技艺竞赛的项目。下午的活动到4:10结束，晚上还有最热闹、最精彩的布农之夜联欢晚会，请各位来宾，9点就在我们这里的会场进行布农之夜联欢晚会。以上是大会所报告今天的活动，请大家用最轻松愉快的心情来参与这次的盛会。八位的选手，麻烦你们到我们的清洁队的地方集合，好不好？毕。后退啊！谁叫你们过来的？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，请进行工作。传统技艺竞赛、传统摔跤比赛即将开始。第一场次由花莲县新城乡对卓溪乡，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好吗？开始，加油！
得到法会场。好，请找到自己的休息区。我们现在场中正在进行上垒第一项的竞赛，成人组传统摔跤比赛，现在进行到第二场的竞技，由人爱香对海关，有力，非常的强壮，势必又有一场精彩的赛事。我们的传统摔跤比赛进行到9:30，在9:30之前，请各乡镇团队能够就位。各乡镇的各位